到底的活动也有一个秀水圣诞节二十三号伫咧公所头前的路顶开一系列的活动，现场除了各社区精彩舞台表演以外，也有时空工农甲社区准备的美食摊位，请真侪民众来到这共同上届浪漫的元旦节。今日圣诞节，秀水乡公所陪着乡亲做伙欢度庆祝。秀水乡公所甲代表会特别举办亮眼彰化幸福秀水圣诞嘉年华活动，借由圣诞晚会活动，凝聚乡民感情甲团结，将欢乐带到整个秀水乡。联合所举办的这个亮眼彰化幸福秀水的这个嘉年华会哈，啊，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啊，咱今年总共有28个团体诶，即个来表演哈。啊，年龄层啊，从幼儿园、国小、国中，以及社区的这些长者，还有各社大以及各社区、各社区的这个关怀据点长者哈，这回来表演。啊，今年诶摊位啊也增加了许多，总共有33个摊位的这个在地的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产业哈，以及增加了10台的这个餐车。还有今年度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圣诞树也换了新装。我们的今年的圣诞树啊，高达6米高的这个圣诞树的圣诞灯光树，以及我们这个时光廊道，以及我们的这个街灯哈，啊，这个都非常的漂亮。啊，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啊，可以从今天开始到我们的元宵节哈，啊，拢会再来阮秀水看老人，来看灯海、看灯笼。公所迄个方向看去啊。什么人背起你底啊？圣诞老公公。哦，圣诞老公公啊，吼，这个表示讲吼，圣诞节即将到来了吼。啊，当然这两年吼，咱公所甲代表会共同举办的这个圣诞节活动吼，啊，热烈回响吼，吼，然后大家安尼大拢真赞同啦，吼。所以公所每一年吼啊，本的医生要举办这个活动，代表会拢是全力来支持吼，啊，希望会当借着这个活动，予大家感受到这个家节的气氛啊吼，啊嘛希望讲这个活动每一年吼，一年比一年举办更加好，更加闹热啦吼。另外，为了迎接2023年，秀水乡公所伫咧元旦当天也来举办新奇健行活动，乡长林明佳也邀请乡亲朋友共同来参与。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